少女时代润儿日前宣布将举办亚洲巡回见面会，首站1月6号、1月7号一连两天在韩国拉开序幕。身穿粉色西装裤装，头发两边各系上蝴蝶结缎带，优雅又带甜美的造型实在是美到不行。而身为女团教科书，当然少不了舞蹈 challenge。只见女神一连挑战多首歌曲，男女团舞都难不倒她。你各位看完后是不是忍不住赞叹乌力润儿实在太强啦？到了首尔场第二天，润儿更找来了好战友孝渊和余力，三人一同在台上欢庆少女时代出道六千天。